咁亦正正係因為咁，當市民自發走上街頭嘅時候，學生佢哋付出咁多日，佢哋認為要切守金鐘，我哋絕對尊重學生嘅決定，但係佢絕不能夠代表現場嘅所有香港市民話要切守金鐘，所以記得守住旺角。守住旺角，守住旺角，守住旺角，絕不撤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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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執保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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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執保選。所以喺度亦都呼籲大家，用你哋嘅社交渠道，用你哋嘅方法，向所有你嘅親朋戚友、你認識嘅人傳開去，旺角並不會全面撤守。願意的市民，你們絕對可以繼續留守旺角街頭，將這個訊息傳開去，不要被人誤會。